历史文化风俗生态在地文化。在地的好特产，官庙的往来。过去做竹啊、做钉啊的台南官庙，即马上界出名的就是官庙往来。台南官庙的地势敢那参像畚箕，财政往来的面积有400多公顷，是全台湾上界大的往来生产地区。官庙的往来甘甜好食，往来的品种有台农3号的土种往来，有台农4号的色芽往来，有台农6号的苹果往来，啊，佮有台农16号甜不不的往来。品种不断改良，种类嘛愈来愈多。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是官庙往来的采收期。一粒一粒青黄啊青黄的往来，带着做园做事的人的血汗，也满足着爱食往来的广大消费者。这是故乡的口味，嘛是官庙人的骄傲。台南的官庙，在地的好特产，官庙的往来。